大家仔细看啊，空手从这个位置出来一个打火机啊。最近因为情况比较特殊，哪里也去不了，只能在家跟大家拿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东西来表演魔术。然后今天南方的天气确实很冷啊，今天大概是零下一度，而且还很大的风，所以我们速战速决表演这个魔术。来仔细看，这个打火机怎么表演呢？在生活当中，餐桌上面吃完饭你可以直接表演啊，比如说哎抽完烟对不对啊，餐桌上拿根烟出来，然后一点火，点完火然后就说哎这个打火机很神奇，来怎么说，放到手机里面去啊。来仔细看哦，第一步我们直接来放到手机里面，推到手机里面，推进去之后呢，吹上一口气哦，吹上一口气，好，然后用手捏一捏，好，把它越捏越小，再吹一下，越深，瞬间就消失了。当然，左手右手都没有啊，因为今天天气确实很冷，所以我穿了很多衣服，袖子卷不起来。总之，不可能在袖子里面哦，让观众检查是不是很神奇，来，直接下去。这个魔术，如果观众在你的前面，你可以找好角度之后，这样子直接起来，从桌子下面起来，这样看见手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一个打火机，看到吗？这样直接推出来，这第一步。第二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多多练习了。为什么？有点难度哦。这样拍拍拍，你说放到我的左手手边，放，然后这个时候要紧接着这样子压下，看到吗？这样子，好，动作要快哦，要熟练。一二三，这样子一压，对吧？一压就跑到右手了。眼睛看左手哦，眼睛一定要看左手，然后落吸，然后捏一捏就消失。原理就这么简单。学会的观众，我小龙带你玩魔术。